预备，开始。柚子啊，柚子，耶！秒杀，又秒杀，又秒杀。艺人蔡家珍与民众大玩中秋拳，卖力推广月饼礼盒。张文琪则是大口吃下月饼，美味程度让他赞不绝口。仁安基金会推出月圆仁安中秋月饼礼盒义卖，邀请艺人张文琪、蔡家珍担任推广大使，号召社会大众认购月饼礼盒。这个呢，我们今天有三种口味，第一个口味就是芋头的流心酥啦。那这个流心酥呢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人家如果你我们拿回去，你想要吃热的，或者是吃冷的都可以，如果你想要再放久一点，就冰在冰箱。那如果想要放更久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冰在冷冻库，这样，因为本身是做食品的，很了解，很了解。那当然就是刚好探休假，就是要新鲜吃。那如果你想有这样流心的感觉呢，我们可以切一半，或是整个进去在那个现在很多气炸烤箱啊，或是烤箱继续烤。然后再切一半，它就有这样的感觉，它的那个奶黄酥整个就是会流出来，会，真的，而且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去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战绩，我们去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完售了，真的，哇塞，对。真的，一个月又完售了，没有到一个月，没有到，哇，那个都是靠郭仲佑的力量。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我们台湾传统的文化最基本的，等一下你都可以试吃，因为他还没有吃过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，为什么？地瓜烧。因为我今年虽然来了第三年，可是这个你推陈出新呐，各位观众。所以我觉得没有，因为听到地瓜，因为如果在减肥的话，有没有想要吃一点？因为这个可能热量比较高的人选这个，地瓜好的淀粉，真的。对，好的，这个，你知道那个纤维啦，地瓜的纤维比较高啦。对，有念书有咖啡。好，所以这个地瓜烧等一下我就来试。那你看你想要试哪一个？那我试芋头的好了，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吃芋头的。我们现场这边有准备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看都帮我们切好了。它那个中间的那个，它那个馅儿有没有？哇，它整个流出来。对，挤给大家看。果然是有做过美食节目的，有没有？厉害了，各位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吃起来，没有买起来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太对不起自己了啦，真的。好，你们看这个蛋黄酥，你看整颗的蛋黄，非常的饱满，然后满满的，这个是红豆泥，是そうですね，红豆泥啦，红豆泥哦。月饼礼盒包含芋头流心酥、蛋黄酥、地瓜烧三种口味，使用台湾在地农产，不止美味可口，送礼自用两相宜，还可以做公益，帮助弱势与寒士过好节。然后呢，除了我们买月饼之外呢，来，我们还有这个寒士庆中年，中秋，来。韩式庆中秋呢，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划拨的方式，我们划拨呢就是。你们也要写说这个你们有转账呢，就是备注那个中秋小组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其实一餐你就可以惠饱很多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捐600块就可以帮助这个韩氏就业顺利耶。是因为我们是称这个叫就业包，那里面当然除了一些民生物资，除了就是沐浴乳、洗发乳跟一些盥洗用品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今年有送一个修容组，就是指甲剪，然后还有鼻毛剪。其实主要也是希望韩氏朋友们他们可以维护自己的卫生健康，那这样让他们可以在求职的时候能够顺利。你看那写的多好，这个 slogan， 绽放希望，让韩氏不再流浪。月圆仁安月饼礼盒即日起在仁安基金会官网贩售，8月初在电商平台生活市集贩售，义卖所得将全数作为韩氏庆中秋活动经费，邀请民众一同响应，让韩氏感受社会温暖与关怀。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。